八局龙队是推出了59号的陈冠伟，今年11场一军出赛，4个中继成功 ，ERA 是相当出色的0.79之档，打高了，在左外野方向，林孝成就定位接杀，一人出局，那好调整，戴培峰送到了右半边。打得很高，距离其实还蛮远的。张佑铭在红土区接杀，两出局。好棒的这个感觉。回棒落空，陈冠伟的纵向变化球投出了3振，8局上半他是干净利落的3上3下。